拍过没有？都没有拍，从来没拍过。对，都没拍过。我觉得那麻烦。我觉得那效果应该看会变动态效果，这样还蛮漂亮。是不错了，只是我觉得我很懒。看到了，小心哦，不好。偶尔做个场子。这张，这张蛮好看，对，这张好赞。这里不错，我们都要选择后面看地方很漂亮，我分心分心拍光了一点，好像拍出来很真，看它光，你要在这里笑一下，这样光都打出来了，哇，光，那光码头那天，我那天去看三毛没什么好拍的，还有那个制高点不是吗？就它好几座啊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拍的，要不然我现在再先看，没有，我们先到头，慢慢丢上来。这个景快没了，这个景我都不想拍了，没了，已经没了，七点就没了。